好清楚你是可信可靠的托养人，你愿意的话，圆圆会交给你们暂时托养。如果不想，我们今晚会将他送去保良局。是不是由你亲生妈照顾好，交给我们？他妈咪生了他之后就回了内地，我们没有方法联络到他，他都未必想要个女儿。你是他哥哥，怎么都比较合适。行了，我们会照顾圆圆的。那圆圆跟了你们之后呢？是不是叫我想想出去谈谈。谢谢。